张武雄老师散取赏月，退休老教师张武雄笔耕晴云，现为吃的穿文言会会员，土右旗作协顾问，包头市鹿野散取社顾问，有诗集灵台剑宗问世，字美含情韵绕梁，鸿篇会乐章，开卷杀手托温会仁义，贤哲华夏滔滔续，鲁迅壮思飞，秦前犬相伴为夫，